位观众，春秋时期群雄割据称王，郑国君主是群雄中极为英明贤德的一位，怎奈身边丞相竟暗中密谋篡国，幸而金面人的出现为郑国带来了一线生机。请欣赏中国民间故事为您带来的精彩好戏《金面人》。必是疏忽，大王伤我心的，大王降罪。周统领尽职护驾，本王才得以安然无事，何罪之有？快快平身。谢大王。寡人自继位以来，勤政爱民，久无乱事，为何还有乱民想要行刺本王？大王仁德，媲美尧舜，无愧于天地。周统领机智，必会找出乱党，予以制裁。大王，您又何必多虑呢？大王，卑职定当全力以赴。好。太客气，老夫先敬你一杯。周统领，一身武艺过人，又是大王身边的红人，不过几年，他必能加官进爵呀。一切上去仰赖丞相，多多提点。那是当然了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我哪有不帮的道理呢？啊，来来来，再干一杯啊！请。让你每天待在宫里头，在大王的身边，让老夫我行事诸多不便呢、啊。原来密谋不轨的就是你，那而又穿孔的胡人刺客，想必也是受你暗中指使的。周统领，这果然聪明，不愧是王基要地的护卫统领。不过，你的位子马上可要遗嘱了，你是有口难辩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脸！
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就不要行什么君臣之礼。公主，你什么意？难道我的心意你还不了解吗？周某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够得到公主如此厚爱？我必须你这么说。身份悬殊，可是我不在乎，只要你真心待我，就算是不当公主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天为凭，地为证，周某今生今世绝不会辜负公主一片心。这个锁片是一对，你把它放在身边，千万别让我们分开了。请平身，万万岁！启奏大王，大司马连胜抗旨犯上，又不肯交出兵权，又扬言要自立为王。所幸大王神机妙算，暗藏伏兵，现已将他满门抄斩。这是大王亲赐大司马的佩刀。大司马一身功勋，寡人待他不薄，他竟然真的想要造反，真是令寡人心寒啊。启禀大王，边疆虽已久无战事，但举国之内却是水患连连，民不聊生，道路桥梁均已损坏，造成诸多不便，恳请大王拨款赈灾，解救落难百姓。丞相，微臣在。本王决定大开国库，赈济灾民，此事就交由你来负责监督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领旨。小的见过主人。是。金统领，你身为统领要职，不在宫中，大白天的怎么那么有空啊？回主人的话，小的奉命外出公干，顺便来和主人道贺。
哎呀，我还有什么道贺的呢？啊，主任，您的心腹大患大司马连胜一出，现在朝中啊，无人能和主任抗衡呢。金统领，这件事你的功劳也不小啊。主任，为何不现在就杀了郑王呢？杀他是易如反掌啊，让他多活几天。现在郑王。 对我是信赖有加，我就以治水之名呢，将这个灾款送回家乡，来充实一下我胡族大军。待我胡军壮大之后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就可一举消灭郑国。启禀丞相，司空大人有急事求见。 参见丞相，你这么慌慌张张的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启禀丞相，微臣刚才接到代王的圣谕，命微臣进宫向代王说明治水工程延误之事，微臣恐怕此番一去，人头就不保了。请丞相救命呐！我以为什么大了不起的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丞相您一定要到。 微臣恐怕一时漏了口风，连累到您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船沉了，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快去吧。是，那微臣告退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！哎！在主人面前竟然敢威胁主人！ 阁下是？哎，他就是救你的人呐！恩公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哎，不用跪了，他就是别跪就不跪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我连胜今天我几条命，就是恩公你的了。不管上山下海，只要恩公一句话，我在所不辞。恩公，你所不断宫中之物，从何而得？ 你到底什么人？哎，他要会说，早就说了。哎，你快跟他去呀！哦，恩公，恩公，这个药是大哥我新研制而成的，以前的药效是不能持久的，这个药让郑王吃下去，他是永久不能生育。 害了你们，都是我害了你们！代王灭我们九族，作为臣子的，纵有的天大冤枉，也不能弑君复仇。老天，我该怎么办啊？ 臣妾一跳，王妃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怕寡人发现呢？怎么会呢？本王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不是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寡人补补身子吗？就是这个。嗯，好香啊，这是什么？
这可是千年雪蛤熬的莲子汤。嗯，好，好。待会儿再喝吧。 寡人这几天与众大臣们为了治水的工程而大伤脑筋，畏罪自杀的司空真是万死而不足惜。五年多来，居然连一条河川都没有整治好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。大王现在亲自督促，他们一定不敢再偷懒。就是，大王您太辛苦了。 只要百姓有安稳的日子过，本王就算辛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？爱妃，你可知道本王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大王不说，臣妾怎么会知道呢？但愿公主早日招得驸马大婚，继承王位，那么本王便可以每天陪在爱妃的身边，双宿双飞。 你说好吗？大王，爱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不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臣妃能受大王如此宠爱，已是死而无憾。胡说！你要是死了，那谁来陪伴本王啊？放手！你放手！你！ 放手！你不要抢我的东西！哎哎哎！快快快！放手！你给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，难道你们眼里没有王法了吗？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小的三天没吃东西，刚才饿昏了头，才会一时糊涂犯下了大错。大爷饶命！一派胡言！ 每逢天灾，大王都会大开国库赈济灾民，你们为什么不到那领取粮米呢？却在这里胡作非为。大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小的跑进了附近的城镇，这派粮的官差都说，上头并未拨粮，无粮可派啊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？是是是。走走走走，难道大王真的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了吗？嗯。 去奏代吧，水利工程已按照大王的旨意重新拟定施工表，请大王圣裁。嗯，很好，没想到短短数日便已完成。退朝之后，将图表带至御书房来，为寡人一一说明。微臣遵旨。丞相。 微臣赈济灾民之事，你办得如何了？启奏大王，微臣遵照大王的旨意，赈灾拨款，百姓们受到妥善的照顾，人人称颂大王的德政。嗯，百姓是一国的根本，民强方能国富。 国富方能有强大的军队抵抗外敌，保卫疆土，众卿家可千万都得要牢记。遵旨。在下这几天一再的思忖，觉得大王为拨款赈灾之事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 恩公也是这么想的，虽然大王对我有误，令我心中不服，可是大王的确是个好君主，绝不可能看着遍地的灾民而不施出援手，这其中一定有不法的官吏蒙骗了大王。恩公，你一向以行侠仗义。 请助我早日查明元凶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，替百姓谋福。哎呀，不用你说，我兄弟也会去做的。
您的意思是，难道就这样等下去，什么都不管吗？ 众卿平身，谢大王。寡人急召诸位大臣来迎边境守军回报，近日胡人操兵演练甚挺，恐生异心，不知诸位大臣有何看法？启奏大王，胡族早已为我国效忠称臣，这操兵演练以为我国效忠，岂不是更好吗？ 这胡人生性好战，要是不知安分守己，再起事端，我等实在不可不防啊！启奏大王，30年前，胡族被我国打败，乃是先王仁德位面胡族。这胡族应该记得当年的教训。 这胡族乃是一个小小的藩方，又歧视我郑国的对手呢。我国军容壮大，倒也不怕胡族来犯，只怕要是失去了制敌的先机，到时恐怕就算战胜，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大王，微臣倒有一计。 大王何不下诏书，命胡族派特使前来进贡，看其是否忠诚？若稍有一心的话，大王就可派大军一举消灭，永除后患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师出有名，就不会落个大国吞并小国的恶名了。嗯，丞相所言甚是。 顾虑周全，不妨先行试探，再做定夺。是。 不行，郑国的兵力强大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自取灭亡吗？金统领，你立刻修书，让我族停止练兵。是，并且让他筹备丰富的珍宝，并且还要配上酋长的佩刀前来朝贡。酋长的佩刀，主任，这乃是我族人最高权力的象征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正因为如此，郑王才会知道我族的忠诚，到时我国大军压境，攻下了郑国，还怕取不回酋长的佩刀吗？再说，郑王出兵将我族毁灭。
那酋长的佩刀又怎能保得住呢？主人教训的事，下来马上就去办。快去！是。 鸟兄弟，你何出此言呢？你早也插我也插，这刀能不受吗？鸟兄弟，你又在取笑我了。其实一个练武之人，几乎把自己的兵器跟自己的生命一样看得重要。没有人不会经常不插似的。谁说的？我兄弟就很少插他的剑。<笑>恩公当然不一样了。恩公白天要练剑。 晚上忙着四处打探消息，他这么忙，哪有时间插自己的剑呢？可惜呀，你跟我都没有时间帮他的忙。谁说我帮不上忙？你被陷害的消息就是我打探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被人陷害的？是谁？我兄弟说事情未到，不能说。我什么都没说。 众卿平身，万万岁！ 启奏大王，胡适已在宫门外静候大王的圣驾。那就宣他上朝觐见吧。启大王，依臣愚见，何不让那胡适多等上一等，以考验其。 对待王的忠诚也好，那本王就试他一试。良辰美景，到处是一片祥和宁静，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懂得珍惜？ 何处此言呢？胡人的军队蠢蠢欲动，战事将近，两国的百姓又要受苦。胡人已安分守己多年，恭敬称臣，战力远不及我郑国，怎敢无端生事呢？但愿爱妃金口言重，那么两国的百姓。 则可免去一场浩劫。代王仁德，实乃天下百姓之福。寡人虽然无心出兵，但仍然必须有所防备。胡人已派遣使者上朝进贡，倘若他们有一丝一己之心，那么寡人也只好派出大兵来围剿。 丞相，这狐族来使这三天来都做了些什么？启禀大王，这狐族来使每日在天未明就在宫门外候传，等宫门关闭之后，再回驿馆休息，并无其他作为。 那他对本王可曾有过怨言？启禀大王，宫门的守卫和驿馆中的眼线都未探得胡使有任何怨言。嗯，很好。明日早朝便宣胡使上殿觐见。微臣遵旨。 大王，万万岁！奥维多，大大王呢？休州城，恭喜，恭喜！丞相，臣在。
这胡人口齿不清，到底是在胡诌些什么？臣启大王，胡子蛮子说：“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并献上稀世珍宝。”到。有动，有动，不得无礼。臣启大王，胡族蛮子说，现有一把宝刀，在宫门外被侍卫扣押，原也是献给大王的。一柄刀而已，一并收入国库便是。大王有所不知，此宝刀乃是他们胡族酋长代代相传之佩刀，代表他们胡族之权威。那快传宫外侍卫将宝刀呈上来啊！是，将宝刀呈上。是一把好刀。启奏大王，胡族蛮子衣不遮体，连鞋都没得穿，却肯献上稀世珍宝，又献上酋长之佩刀，这忠心是显而可见，此乃是大王的天威。好一个天威所致。丞相，你就带本王设宴款待胡族来使，并照胡族贡品之数加倍的赐还，以免失了我大国的风范。平身。父王，你喜上眉梢，容光焕发的，可是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吗？境内受到水患波及的百姓皆已得到安抚，而胡族又派遣使者恭敬地上朝进贡称臣。如今我郑国康泰升平，既无内忧，亦无外患，你说这值不值得高兴呢？啊！大王，请用茶。喝茶？快拿酒来。奴婢遵旨。公主，陪父王好好的喝两杯吧。儿臣遵旨。正宫康泰万寿无疆。好，咱们父女二人也好久没有一块喝酒，来，先喝一杯。痛快，痛快，不比超凡国事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父王自继位至今也有20多年，每日超凡国事，想想也早该退位。父王想趁着天下太平之际，为你招选驸马大婚，也好快快生个小王子来继承王位啊。父王正值年轻，向来仁德，上天应该赐你子嗣继位。父王命中不止，又岂能强求？父王，儿臣愿意永远陪伴在您身边。难道你心中仍念念不忘那失踪多年的周统领？父王早就知道了。周统领的确武功才智过人，但是他出身卑微，并非贵族之后，就算他在
也不能。哎，这祖宗定下的规范是不能违背的。难道父王就不能更改吗？改？有谁能改？父王乃堂堂一国之君，要是更改祖宗规范，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呢？不得胡言。倘若父王任意修订而坏了我族血统，那将来要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呢？再说这周统领已不在多年，你又何必太过执着？父王，他会回来。大王子果真神机妙算，就连那阵亡都毫无疑心，以为我胡族人是好欺负。待时机来到，我们便可一举歼灭阵国，这个雪耻复仇的日子它就快到了。大王子忍辱阵国近三十年，我族人们无不尊崇万分，就等灭了阵国之后，就请大王子荣登王位。嗯，那是当然了。步兵图？不错，你将这份步兵图交给老酋长，就说我已经将郑国的大司马连胜除掉，兵权也即将到手了，这报仇的日子就在眼前了。老酋长之所以下令日夜操兵，就是担心那不败将军连胜突然被调返郑国，如此一来真是太好了。进攻队伍明日一早由官道回国，你乔装之后趁着今晚夜色先行押送我的在郑国搜刮来的金银财宝，走捷径穿越边境回国，千万要小心。是大王子，您放心。祝你一路顺风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好。苍天在上，我能早日找出元凶，必有此道，杀了他。你不是急着想知道是谁害你的吗？我当然想要知道了。哎，跟着他你就知道了。恩公，想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说，给你说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说，你们丞相是我们胡族的大王子。说，丞相与王妃又有什么关系？她是我们胡族的十六公主。大王身边既然有两个胡贼在，全家会被陷害。乌骑马贺没回去，这我一路找都找不出线索。分手一回啊，难道出事了吗？来人了，在。在这附近找一找，看能不找出什么线索。是。金德义，找他。这是我族求救的暗器。啊，怎么有这回事？回主人的话，
组里传来消息，接应的人没有接应到吴起马赫，不过小的立即派人沿路找寻。这吴起马赫和小的分开的附近，在这地上，有我族在求救危机之时所使用的暗器。哦，那糟了，那这样一来，那吴起马赫一定是出事。金统领，你有没有去查查其他的线索？回主任，在地上只发觉小溪的水迹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赶快到阵亡身边的去监视，看看是不是阵亡在幕后主使。是，回来。另外派人，在不分昼夜，上山下海，也要找到乌骑马赫的下落。小的遵命，快去。是。恩公，快醒醒！恩公，嗯，啊，恩公，你，卑职是侍卫统领周勇。你是周勇？请大司马原谅卑职蒙骗之罪。周统领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何罪之有呢？如今我是满腹的疑团，你赶快跟我说明真相。卑职也是受那胡贼丞相所害，身中巫术之后，成为失面人身，不能言语，只能在每日晨昏交替之时开口说话片刻。周统领，你每日要受两次的这般折磨，真是苦了你们。难怪每天日落日出的时候，你总是刻意的避开，你为什么不早日说明真相呢？卑职没有证据，怕大司马不予采信，卑职又担心大司马出遭灭门之痛，忍不住去找那胡贼报仇。胡贼是越早除掉越好，不如今夜我们就进攻，将他们兄妹二人一并除掉。大司马，万万不可！那胡贼武功极高，又会巫术，而且宫中的侍卫都是他的手下，如果轻举妄动，很可能危及到代王以及公主的安危。哼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周统领，你每日要受这般的折磨，不知可有解除巫术之法吗？没有。走，吴起马黑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胡贼的耳中，他们一定会发难夺求，我们应该尽快想出办法取信于公主与代王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大司马，可是代王身旁有那胡贼跟王妃，我们又有何办法可行呢？周统领，我们先觐见公主，如果公主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你啊。待公主首肯，我们再一同觐见代王，杀王妃，宰丞相。阵亡尚不知乌骑马赫之事，我看此事与他无关。嗯，那有没有乌骑马赫的消息？小的已经派出三路人马追查，至今下落不明，音讯全无。主任，恐怕在暗中啊有人搞鬼。不好，大事不妙！那乌骑马赫一定是被有心人士掳走，这样必然会有足够的证据在阵亡的面前举发我。提前夺权发难了。小弟立即召见宫中侍卫，杀了郑王。别忙，这个活口先让他多留几日，我要先使法术取得公主，趁在大婚之夜，在举国欢腾之时，咱们里应外合，
一举消灭郑国。小的马上通知我族大军待命。那是当然，传书我族大军整装待命，等我号令，一举消灭郑国。是，遵命。王听命。是，主人。三日后，为丞相与公主完婚，当夜大宴群臣，与边防的主将、全国上下大肆庆祝。你这就召集群臣，当朝宣布。遵命。来人呐、啊！在传寡人口谕，明早群臣上大殿候驾，寡人将有要事宣告。这大凶之兆，三日之内，郑国将有大难，大王性命不保。寡人急召诸位大臣，乃因有一件天大的好消息要昭告天下。寡人决定三日后为公主与丞相大婚。丞相，微臣在。你就快要做驸马爷了。多谢大王恩典。周统领，胡贼丞相已经开始有所行动。代王昭告了天下，三日后将为胡贼丞相与公主完成大婚。周统领，事情绝非这么简单。公主大婚的背后必有重大的阴谋，我看我们不能再等了，今夜就入宫，请求公主面见大王，想揭开胡贼的真面目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说的有道理，赶快行动，赶快行动。寡人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公主大婚后再生个小王子，那我郑氏血脉便后继有人了。大王在今日早朝突然宣告召丞相为驸马，臣妾得知之后倒真是惊喜参半。哦，何惊之有？公主心中不忘周统领，迟迟不肯招驸马，今日突然间答允下嫁丞相，倒真是让人惊讶。是，公主怎么会突然改变心意？连大王也不知道。怪了，我怎么不记得何时曾与公主谈过，可是心中却又清楚明白，三日之后当为公主与丞相大婚。大王看来像是中了大哥的迷魂巫术，看来大哥要发难夺权了。就可以奔驰在我族的草原。什么人？石榴妹。
大哥开始行动，怎么不先通知小妹一声呢？我族的乌骑马赫突然失踪，这仓促之下突然的行动，所以来不及通知你啊。大哥，阵亡继位以来对我胡族一向友善，请大哥放过他吧。怎么，你深夜前来只是为了仇人求情？双方先人结下的仇恨已然久远，再说像现在这样的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？哼，大军交战岂不是要造成一场血流成河的惨剧？你住口！我灭镇国的学士绝不容任何人阻扰，包括你在内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服了我，只有我能解的毒药。哼！父王，你说过不比我的，为什么骗我呢？公主，代王已昭告天下，婚事已成定局，无法挽回，你还是想开一点吧。周瑶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呢？罪臣参见公主圣安。你好大胆，竟然擅闯内宫！巧儿，不得无礼。你是大司马，你是人还是鬼？罪臣连胜，冒犯公主圣驾，罪该万死。罪臣侥幸苟活，今夜冒死入宫，使有关郑国之重大隐情曝光。好，你说。罪臣想请公主先见一个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启禀公主，他就是侍卫统领周勇。你是周勇？真的是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说呀，你怎么会？启禀公主，周勇遭逢巨变，有口难言，是其中错综复杂，请容属下详细向公主说明。是这样，潜伏的虎贼呀、啊！父王知道，王妃已经反正，方才便在为寡人除去所中之巫术。末将参见大王。大司马，你没事啊？末将谋周统领搭救，今日才能见大王圣驾。周统领，起来说话。谢大王。你二人受害之事，王妃已经向寡人说明。公主，父王也是受了丞相的巫术控制，才会不由自主地招了丞相为驸马，你可别怪罪父王。儿臣不敢，只要父王没事就好。王妃深明大义，方才寡人已经赦免掉王妃所有的往日之过，从今之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起。本宫身为胡人，却自幼在郑国长大，实在是不愿看到任何一方受到伤害。入宫以来
受到代王仁德感召，但愿尽一己之力，尽量避免这场战事发生，两国从此和平相处。王妃所言，微臣由衷的佩服，只是令兄野心勃勃，发难在即，不得不让人担忧啊。本宫兄长心中充满仇恨，又不听本宫的劝阻，实在令人遗憾。请代王即刻下旨诛杀丞相。千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代王，并非臣妾仍旧顾念手足之情，而是宫中四位大多数是臣妾兄长的手下，若不能一举击杀，恐将危及代王。启奏代王，周统领这五年来已经练就超神入化的剑术，必可诛杀丞相。周统领，你当年曾与本宫兄长交手，你可有把握？天为凭，地为证，我知道，我当然记得，而且从来没有忘记过。公主，不是我存心要避着你，这一块锁片没有一天离开过我，但是我现在的容貌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即使一辈子你都是这个样子，我都不会嫌弃你。更何况丞相死了之后，你就能恢复你原来的面貌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曾经到过狐族境内，寻找解除这巫术的方法。一位巫师告诉我，唯有施巫术的人方能为我解除这巫术的咒语。要是这个人死了，我的容貌就永远变不回来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去求丞相，让他为你破解巫术。公主，那狐贼野心勃勃，阴狠险毒，非杀不可。若是为了一己之私纵虎归山，而危及到我郑国上下的安危，我岂不要成了千古罪人了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们别再分开了。公主，今日是为何事找本宫呢？娘娘，不知能否委屈娘娘替周统领破除他所中的巫术。原来如此，但是我知道娘娘地位崇高，不该有如此逾越的要求。可是我看到周统领每日早晚都要受到剥皮之痛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公主，并非本宫碍于身份不愿伸出援手，实在是周统领所中的魔咒，乃是巫术中至为歹毒的一种。唯一的破解方法，就是令施巫术之人，也就是本宫的兄长失去法力。你要如何才能够让他失去法力呢？学习巫术之人，必须先许愿立戒，牺牲越大，他的巫术就修得越高强。本宫兄长未得高深武术，曾历届终身不近女色，
不杀生，一旦破戒，法力尽失。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净女色杀生呢？杀生是要完全出自于自己的本愿才算破戒，女色则不同。但是要在这短短的两天之内，要找到一位肯自愿牺牲的女子，逼她就范，唉，这实在是难上加难呢。看来没办法。公主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参见。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宫中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万无一失。这毒酒啊，已经放在御赐的酒中，只要这个大王御赐的酒，有谁敢不喝呢？哼，这府外啊，布置的都是我，明为护卫，暗着呢，防止人中途开溜。嗯，好。哎，我族的大军可整装待发呢。大军已教阅完毕，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就可大举南进。嗯，好，好。启禀丞相，公主口谕，请丞相明日一驾寝宫，商讨大婚事宜。知道了。你把小的一同前去。不必了，你先回宫中，以免让人家起了疑心。公主呢，我随便应付一下就是。是，都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。来人呐！卑职在。快传金统领至御书房中候驾。卑职遵旨。觐见。是。微臣参见公主千岁，千千岁。此等大礼，今后可以免了。丞相，请起吧。谢公主。平日微臣细看公主，今日一看，倒有几分姿色。丞相，你乃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被召为驸马，可真是委屈你了。微臣惶恐，代王恩宠，公主于尊降贵，唯有誓死效忠，以报圣恩。谁让你死了？大喜之日将至，我可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啊，是是是。微臣失业，请公主责罚。好，是该重罚，本宫就罚你三杯。是是，微臣受罚。丞相醉了，扶他到床上歇会儿。是。你去门儿候着。公主，你乃千金之躯，万万不可。出去。是。不许任何人进来，我去觐见大王。
新统领，你可知罪？大王，卑职何罪之有？你还狡辩，打死吗？跪下！骑马和司马，新统领，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宫内宫外都是我的，谁死啊还不知道？破丞相的巫术，牺牲了。巧儿，原来是巧儿，我才恢复原貌的。巧儿，你，公主，那胡贼呢？没见到，大概逃了。逃了。大王恐怕有难。竟然肯愿意为他死，大哥，你就饶过他。哼，这个狗王我非杀了他不可！斩刀！快走！启奏大王，胡军已全部歼灭，臣以为这是灭了胡族的大好机会，以绝后患。这胡族的百姓何罪之有？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。微臣遵旨。
位观众，郑国的胡乱平息之后，大司马悄然隐退，周统领和公主相继失踪。不久之后，在某个海边，却常常被人看到出现了两个金面人。金面人就为您播映到此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。